再说一段啊，再说一段。有一个局长啊，哎，这有局长吗？反正是局长吧，就是局长啊。局长啊，下片查卫生。这个一个局里的下属单位很多呀，他得到各个单位走一走，查查卫生。这局长啊，就来到他下属单位这么一个招待所，这么一个宾馆，到这儿来查卫生。局长一进门，一看，经理拿着墩布擦地，这地上哪都是水呀，一进大厅哪都是水。这经理拿墩布擦的，也没见出汗，看那样倒像卖力气。其他的职工呢也跟着擦，女的这女职工呢，女同志呢就拿着掸布啊，擦楼梯呀、啊，擦楼栏杆也挺忙。局长一看，很好很好啊，啊，很好嘛。你瞧这不短吗？局长啊，对对，经常就是我，就是我，很好嘛，啊。局长一看，这窗户玻璃上都是泥，很多的雨点的泥。一看这窗户角上都是蜘蛛网，嚯！我到那个便所看一看，啊，到便所。哎，局长，你客厅吧，会室休息。不，我接小便，我接小手，接小手。哦，接小手好。经理带着，局长后头跟着来了。你接手，这男厕所，这女厕所，这男厕。哦，局长推门就进，迈大步往里弄床，一进去，一万多苍蝇，哇，大苍蝇、小苍蝇、麻子蝇、绿豆蝇，拧成一股绳，像龙卷风，哇，整个把局长给推出来了。怎么搞的？这苍蝇，这怎么的？这什么样的？局长，你先到会室、客厅休息一会儿，你抽口烟，一小时以后你再来，一小时以后你再来。哎呀，你们这怎么搞的？这个，哎呀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到会议室坐这儿喝点水，抽口烟。不行，我上便所，我接小手，走。好，经理带着来，来，局长，这就是男厕，这女厕所。局长这回来不敢推门弄进了，稳住了，一点一点慢慢的推门，慢慢推。一看，一个苍蝇没有，啊，很好嘛，啊，没有苍蝇啊，啊，好，我接大便。接个大便吧，啊啊啊！局长，您接大便，局长，您接大便，您快点拉啊，快点拉，一会儿苍蝇就回来，啊，苍蝇都哪里去了？这不中午12点吗？都奔食堂了。